赛冠军，我可以给你订菜吗？下礼拜五刚好是我爸25周年的忌日。下礼拜五？嗯。怎么这么刚好？你爸的忌日跟我爸是同一天。同一天？嗯。喂，老同学，你为什么要哭啊？你的本名应该叫蔡婉妮，怎么突然改名？你看，叫赵丽玲了呢。你跟一凡去美国吧。啊？你妈为什么坚持不提以前的事？对不起。干嘛对不起？你妈妈上吊的这个案件，整个档案被列入极机密的资料档案里，奇怪了吧？赵暖有回你讯息吗？没有。也该是折掉这朵花的时候。温伟人太危险了。妈，你要说什么？赶快出院吧，快走啦。走吧。你们要去哪？那天跳下海去救人的只有我爸，还有另外两个人死在同一个地点。这跟张荣亮有关。卖我被告，你不敢追究，我敢。啊，你干嘛去？赵小姐啊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是，你好。我会查到张荣亮的违法证据。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事情知道越少越好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帮他？你的未来，我会好好的带你走。我跟荣亮之间没有任何空间可以让你介入。我只是来当法律顾问。那你就做好你顾问的工作就好了。他已经不是你原本以为那个温柔体贴的为人哥了。他们一起进旅馆哎，得不到赵暖的心，你自己不争气，还不是因为你，你就缺那股狠劲。张维亮办事处死了个人，谁死了？那洪局长，麻烦你，这个证据看起来就是自杀。当年你到底在怕什么？你到底知道什么？你跟我说啊！你可以不要再逃避了吗？我妈为什么可以丢下我一个人，然后自杀走？是个用台戏。有人他爸，根本没人动得了他。那取你性命，连一个指头就够了。之后出意外不是只有敖一凡，甚至是你。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秀包厢邓丽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